民众党南投县党部加强服务民众，这次利用县党部的空间，设置外送人员休困的吧台，提供茶水点心以及手机啊充电等等的服务，并且等到今仔日冬至，送上烧呼呼的营养，让外送人员感觉到相当的贴心。在南投市的民众党南投县党部启动着外送人员休困吧台，多过是冬至。准备着营养，和外送人员会使享用。应该是卖啊，卖卖不少啊，应该是卖啊。民众党南投县党部表示，受到疫情影响，民众使用外送平台需求增加，外送人员适应一挂场所暂停开放，找无休困的所在，因此决定开放一半的办公区域，作为着外送人员的休困站。我们也可以提供茶点的服务，所以基本上就是说，希望外送员能够在外面跑的时候。能够到我们这里来，然后因为你要有手机才有办法接单嘛，那万一手机没有电的时候，这种临时的状况的时候，身上又没有带行动电源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党部这里，那也可以租借我们的行动电源，好，那去租借我们的线材啊，什么都可以，那在这里能够好，还有厕所。安尼大型的规划，或者来外送人员相当恶劣，表示逐天工课至少八点钟以上，露天的时阵订单过侪。即卖广东部提供着较舒适的休困空间，分内在更加方便。比如说，有的时候像去店家，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不一定会外借洗手间，然后或者是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真正的休息这样子。室内，因为我们说就是跑单可能就在外面骑楼下，或者是机车停车格。休息这样子啊，所以说有一个室内的，比如说像如果，像现在外面在下雨的时候，其实是蛮好的一个地方这样子。它是要选班的，所以有时候中间是会有空班的状况。然后如果说住的比较远的，就变成没有地方休息，常常就是大家就停在路边的停车格，随便就休息。有些你应该常常看到外送员停在路边吧？对啊，像现在有这个休息站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县党部表示，伫前党主席郭文铁到南投的时阵，对这项规划嘛正认同，同时建议着休困站会使加考虑着外送人员的需求以外，甚至会使举办相关宽裕的工作，所以来因会继续努力。记者林明星采报道。